我喺呢個世界裏邊，即係經歷咗好多，由我 BB，而家我咧慢慢去感受下自己。喺 BB 嘅時候，我係好得意、好可愛，但係我覺得自己樣都好細，眼又細，鼻又好細，腳仔又好細。我咧，媽咪咧唔得閒嘅時候，我自己同自己玩；但係受咗傷嘅時候，我就會即係失去身體某一部分，手指啦，一節啦。流血啦，有時自己都有開心嘅一面嘅，即係唔係淨係諗唔開心。自己咧，譬如有哥哥啦，踩單車啦，送我去街啦，跟住我坐車尾啦，但係我覺得自己好驚，因為部單車好大，因為我細個時候，我覺得自己好細。成日左搖右擺，成日覺得自己好似就跌就跌。到自己成日去玩嘅時候，我覺得自己好多時候唔識保護自己。哇！有一次我記得，就翻屋企嘅時候，趕時間，只腳咧撞到咧跌親喎。隻頭哥咧流好多血，跟住咧，其實自己咧喺屋企咧有隻狗仔好可愛，我哋養好多糖狗啊。有時啲狗仔咧食嘢嘅時候，我又曳曳喎，走去睇佢喎。但係狗仔咧，佢又唔知道我係我，就將我咬一啖只腳。只腳就即刻流血，又係關於腳嘅血，受咗傷，腳板咧不停流血。咁我記得咧，我唔開心嘅時候，有人幫我喎，就係我嘅哥哥。我哥哥咧就孭我上去2樓屋企休息。咁佢咧雖然有時好惡，好似一面神咁。但係又都有温柔嘅一面，有愛心嘅一面。我哋咧到我大個嘅時候，我到讀小學，我最開心咧就係有好多同學。我哋咧有時咧坐喺隔離咧，啲同學咧，我又學咗阿媽嗰啲惡嘅嘢，用間尺打佢哋。有時咧，嚇嗰啲男仔唔准過界。咁跟住咧，我哋咧小息嘅時候咧，有啲女仔一齊食嘢，就去嚇嗰啲男仔，用啲長間尺去打啲男仔。咁但係咧，學校嗰啲老師又冇講話唔啱。咁我哋而家大個咗，覺得其實係玩咯，唔係真係打咯，即係覺得喺互相去聯絡感情。我哋小學嘅時候咧，寫畢業嘅紀念冊咧，哇，寫到一頁又一頁，滿滿咁樣，即係講話唔捨得啊，分開啦，即係大家畢業去中學，唔同嘅中學，到中學其實真係好辛苦。讀嗰間中學咧，之前咧有考過另外一間嘅學校，英文中學，但係又唔成功喎，失敗咗啦。因為英文唔夠好，同埋自己嘅能力有限，跟住哥哥同埋媽我咧就去揾另外一間細啲嘅中學，叫中文中學。好好啊！呢間學校又適合我嘅能力啦，同埋冇咁深啦，啲程度，我就最好咧嘅科目咧。就係中文 C，咁咧
個老師咧就係喺中學二年班咧就好愛我嘅，就話我係一個家庭主婦，好欣賞我嘅。佢又咧成日鼓勵我啦，即係好多都係正面嘅信息。中好愛我，啲同學啊，到中一咧有個中學老師又係喺台灣過嚟嘅，又係帶我哋去佢屋企坐啊，一齊温習啊。咁我哋咧就影靚相啊，即係好温馨，即係嚟一間咁好嘅學校，好有愛心嘅老師嚟。到中學畢業咧，其實自己考試成日都係唔得嘅，考完又考。中學考第一次記得係爭一科先合格，咁咧。但是不得啊，要翻工啊，日頭就去咗間幼稚園，第一年翻工。幼稚園咧就喺九龍城，咁咧，但係佢咧而家喺九龍塘有分校。咁咧讀完書，即係翻學又要讀書，都係好多嘅工作，好多條路要，又要照顧屋企嘅仔，又要照顧大仔。細仔，即係越嚟越忙，越嚟做到冇停手，又有温書。後屘咧，學校想識我幼稚園嗰度，我就升咗做主任啦。咁啲老師啊，啲校長啊，又好愛護我啦，又好錫我啦。我又做得好開心，跟住就轉工啦。因為識咗我先生，咁我轉咗間名校度做。咁咧，依間名校就是九龍塘啦。咁我哋咧就係喺嗰度彼此認識啦，結婚拍拖結婚啦。咁仲有啲好好嘅同事啦，一齊。佢哋雖然係。老闆的女兒，即或者她的妹妹，但她們當我們是朋友咯。我們那時候一起出去中國大陸去考察啊， 去旅行啊。那跟著呢，我就又轉了，轉工了，因為兒子大了。那呢，我大姑奶就在另外一間九龍塘的學校啦，做啦。咁我就轉咗個重大間嘅機構，而家仲有大專大學嗰啲嘅。咁咧，我咧嘅人生嘅歷程咧就係、是、姑奶我同埋我先生同我一齊最親密嘅。我就係嗰陣時翻到去有姊妹啦，即係我哋嘅同事啦。佢因為而家佢先生咧，嗰陣時都係開始做宣教士，咁而家佢哋移民咗去澳洲啦。我咧就係因著佢咧，即係依個嘅同事咧就信咗主，去到係啦喺主裏邊咧受浸啦。咁跟住咧走啊走啊，因為人生咧其實個路好漫長，好難行。同埋有時雖然有人幫我，但係我自己覺得其實行嘅都係自己。咁跟住我咧就覺得原來咧又識到我仔嘅契媽啦，佢又好好人噶啦，又教我點樣去祈禱啊，教我點樣喺主裏邊啊，更認識神啊。更多的經歷神啦，咁佢又介紹嗰間教會喺牛頭角，咁咧就識到個另外嘅姊妹，又教我去讀聖經啊，又翻教會啊，開始有土瓜灣屋企附近一間啦，跟住又去咗牛頭角嘅教會啦，跟住咧又識到一班姊妹啦，
弟兄啦，又可以一起學習好多嘅嘢啦。當其時又成日一起去旅行啦，去 BBQ 啦，好開心。即係神嘅工作，有時我哋都估計唔到，但係神有恩典啦，有憐憫啦，經歷咗好多。跟住我覺得自己唔係孤單啊，喺屋企之外揾到愛啦。跟住我結咗婚之後咧，就覺得自己好似多咗啲自由時間啦，同埋可以真係有屋企係自己噶啦，同埋我先生噶啦。因為我覺得以前個屋企都唔係好似我咁嘅，因為唔係我自己嘅，因為我爸我媽或者我哥哥嘅，因為我好似寄宿咁樣啫。因為住嗰時候咧冇乜安全感啊，係啊，又俾阿哥哥去侵犯過，即係佔便宜，係啦。咁嚟到依家屋企咧，就覺得佢真係脱離咗舊嘅枷鎖啦，係啦，啲唔開心嘅俾媽媽、爸爸打，媽媽咪打嘅時候啦，自己其實即係重新可以過一個自由自在嘅生活，俾我知道原來神嘅教會裏邊俾我更多感受到弟兄姊妹嘅愛咯。讓我學識怎樣去愛人，從而去明白神在我心上的旨意，去更加多去理解神和我家有什麼的神在上我家的幫助。譬如有一班好的姊妹呢，雖然她不在這裡，個個身都是因為乳癌，但我都很掛念她的，每一個她都有付出她的，是啦，對我的家的看顧，對我的鼓勵。跟住呢就是講到呢，其實我的兒子呢就是最好的，因為他雖然和我呢有之前都有鬧交，令到我不開心，他都曾經推過我撞到牆角，個頭流過血，因為就是因為我管他不要打機那麼晚，因為我都很想他不要那麼晚去休息，我就跟他說，但是他又不聽說，那時就用電話呢，就去跟他那個同學咧，中學同學溝通啊嘛，咁啊十一點幾啊，我話你差唔多嘢咯喎，原來十一點幾對一般人嚟講都好早嘅啫，有啲人嚟講，但係我哋做教書嗰啲好早起身噶嘛，六點幾就要趕翻工，因為個仔咧嗰時大個，即係大係佢十零歲嗰啲咧，佢唔聽你講，即係覺得你管佢，咁我仔咧其實咧。他很憤怒，咁我咧有愛佢咯，即係到無論嘅時間，我佢由細到大，雖然媽咪係囉嗦，係管教，但係個心裏邊都係充滿咗愛去教佢，去想去即係唔好翻學瞌眼瞓啊，唔好放棄學業啊咁樣咯。